明白了，你大爷、你大爷，怎么了大爷？德云社翻车场面有多好笑，小月月失误忘词显挂于谦。我父亲九岁让人囊死，那肯定后边就没有我们这哥们弟兄，包袱不成立是吧？你还没弄好就上来了，破口大骂却成经典。明白了，你大爷、你大爷，怎么了大爷？小月月演唱大西厢进不去拍儿。台下的观众向小月月发出了灵魂拷问，真会吗？蔡依林在现场演唱特务，一名男粉丝的神操作使蔡依林笑场。成功让这段变成了比唱部分。将会消失在那河边，心都已远远。而戴佩妮的粉丝开口之后，让她后悔递话筒。你将会是怎样？